贪生打蚁，托马哪了？走了。硝烟散尽时，就是群鸦的盛宴。河马西亚不值一提。好你，平嘞，平嘞。 平嘞，平嘞，平嘞！哎，这血耗的不错啊！掏你！掏你！又没掏着。 挺难掏啊！我一看，掏你，W吸点炎炸，平嘞，平嘞，平嘞，好，打出两个闪现，吸，平嘞，你赶紧给我升三！哇，这 AD 回血回这么多血，刚才残血。 掏你，W吸炸，行嘞，没关系，你闪啥呀？我给你扛塔呢，掏你，炸！如果这波 AD 被我掏了，直接死。 炸一下，回家啦！看真相也不例外。我神装了。 和蠢货们费尽口舌，掏你，W吸炸，平嘞，平嘞，掏你，吸炸。 真敢上啊！我就把锤石杀了吧。掏你！这锤石是真敢上。权衡之后的冒险。 我们往这儿站啊，让他不敢吃兵线。掏你，W
放平原，还挺疼。掏你！放！掏你！W、T、点连放，死掉。 K 点四分，掏你，没掏着，这波可以打，快点推，炸！ 掏你！炸！平A，平A叮！炸！平A开大西掏你！平A，平A接炸！平A接炸！接平A！炸！掏你！ 再掏回来，你上，哦，踢平嘞，哦，无敌了呀，这我们不无敌了吗？还会挣扎着想要活下去吗？ 平A，平A，平A，薅你，平A，放，哇哦，这就是不愿回家呀。 这为什么会有个针眼能看见呀？谁插的呀？阿木木吗？把针眼拔了。 我先不出那个浮屠了。这波要蓝莲汉苦楚给他炸死，挺难受啊。这下路我去吧，你就不用来了，我自己来。八成美甲窃魂卷。 炸开大，因为大家炸双杀。胜利在望。有人说黑暗会与他们对视，但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们，永远不要跟我玩大玩家。差点钱啊！
你是辅助，是辅助啊。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到的东西，而是我看不见的。好你，披发点炎。手错了，黑中，好你，七。正我的道路是正，炸，炸，好你，闪现七炸，平 A 炸，想杀我。操你 W 欺诈！操你欺诈！我走了。哎，有蓝 buff 哎！来来来来来，蓝 buff， 蓝 buff。拿个蓝，没事，这波可以打。定炸，炸掏你，开大，炸平 A， 炸掏你，炸炸接炸丁，炸。平 A， 我看到的越多，发掘潜藏的东西。亏吧，掏你 W 欺诈，阿锤，什么意思？阿锤。好像救不了了，为什么不 OOO 他呢？我感觉我现在能一打五。好你，西炸，这锤石还敢勾我？小光头往哪走？给我炸住！那里有，好你，西北大套点盐炸。接炸！开装备了，掏你吸回来炸平 A， 炸炸主位主位，完了，这钉差一手，哎呀，差一秒钟有钉。钉没好，钉差了一秒钟。螃蟹是真菜，有所挫折。对，俺们家有螃蟹吗？为啥没见着这人？最后来个猫的就完事了。
他们总希望我的手段能够公平一些，可我们玩的都不是一个游戏。漂亮！一个魂儿，炸！还有什么真正？往哪走？炸平 A， 平 A 炸高你，西炸平 A 炸，炸街大高你，炸炸街炸，100块钱高你，炸平 A 打不溜，西炸高你。哎呀，25层美甲切魂卷肯定是不能没的。操你！西炸平 A 炸，别炸平 A。炸操你 ADC， 吸炸死腰子！你干啥呢？操你！炸！操你走呗！吸炸！点燃炸！炸走位，操你！走位！炸！麻烦溜炸，这也是一种投降的方式。闪现炸，操你！哎呀，999！这一下子，差3秒有大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杰每一回都能就是挑我，就是技能马上好那一瞬间他过来把我们给杀了。这个杰每一回都是，不是我大差两秒，就是我丁差两秒。你近身了就反杀了，反杀个屁！反杀哪有反杀？他掏我一下我就死啊！人们离真相还有5步之遥，差个猫的，大概领先10步吧。我终于有蓝莲汉的苦楚了。操你！鞋子上的泥点会盖过所有。中推，杀个阿木木！操你 ！W 七炸！炸！别的没影了啊！下路推，不打就算了。这杰对我跃跃欲试啊！我一看，想跟我试一试，是不是试一试？操你！吸给大炸叮，操你！回来，炸街炸哟！
晕倒了。其实还好吧，要不然他直接用伤害就掏死了，没盯着好。我没有多少血，我的血就那么点儿。